咱就五分钟会使的啦吼。咱这边的三十九期的学员吼，你也记，你是三十九期的，所以你一定爱今日回去以后啊，一个工课一定爱做，就是要上台湾民政府的官网，台湾民政府的官网，一个官网吼。你去上台湾民政府的官网的时阵吼，来咱的电脑的同志来帮忙吼，台湾民政府的官网给拍出来，给大家看。你等于会记得哦吼，你来受训，两个动作要做。第一，稍等三两半翕相一定爱。第二，就是台湾民政府的官网，你来看哦，官网的首页就是安尼，你有看哈？这是官网的首页，首页呢，你要去注册。啊，你注册伫倒？伫豆饼，你有看无？注册或登入哇，注册也是要登入哇。你在迄个注册迄个所在，甲点嘞，哈，甲点嘞，你看哈，注册地方甲点下去，下面，搁看下，咩注册，嘿，注册对，搁看顶关者，好了，哦，你要看，即马呢，现主席这个官网，咱训练2200个，注册才1097个呢，因为真侪人袂晓电脑。哦、很可惜，但是我有要求，大家都要电脑。你电脑要注册的时候，你也看要怎么注册，登入台湾民政府这个所在呢，登入这再一次，不是那个注册，好来，这个就对了、1097人，现在你要注册呢，台湾电子邮件的地址，你一定有一个 电子邮件啦。啊，若袂晓的，你叫恁的后生替你申请，还是迄、那个恁的查某囝，啊无吼、哦，用100块甲怪啦。来，你替爸爸，或者我你替妈妈注册，啊，甲你设一个电子邮件的号码，而且号码点上去以后，密码，密码真简单啦，我是用迄个我的手机号码啦做密码。密码打上去了，还有一个那个重新建吼入密码，就是讲爱拍两摆，赶快的密码。过来问题才是问题啦。1+1等于多少啦？足侪人打电话给我啦。1+1等于多少啦？1+1等于多少？你拢会晓嘛？吼，1+1不一定对呢，敢对？1+1等于多少？敢怕唔对会举手？哦。1+1等于1，好，阿哥吧，要安尼也等于一，阿哥等于一，好，阿哥吧，各位，其实无遐难啦，1+1等于2啦。当初你说的时阵哦，咱的电脑的副经理甲讲哦，伊讲秘书长，咱设一个较简单的吼，互大家拢会晓，无想讲设一个吼，要修法更加困难。1+1等于多少？哦，什么答案了？等于王，等于一，哈。弄糊了，各位，没有那么困难。1+1等于2，好，安尼嘛，啊，这1+1等于2，佮点落去，佮写等于二，啊了后呢，就佮登入注册，佮登入迄下骹迄个点嘞，安、啊、就完成啊啦。安、啊、有简单无？啊，你拢会晓，你39级的，哈、哦，你39级的，安、啊、就简单啊啦。所以呢，你一定爱去注册，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来你登来咱的迄个首页。首页，回到首页看看。好，来首页来，刚揪出来。你看咱那 petition 的所在。好，来这 petition 叫一个请愿联署，你有看啊、哦？请愿联署你有看无？咱本来很主席有两个联署案，上下卡迄个，好来点落去。这个向奥巴马，咱即马已经啊27,099过关啊啦。哈、哦，这个已经过关啊啦。以美国政府规定25,000人就过关啊，所以咱即摆有27,799个，这是坦白讲吼，这用偷食波的吼，咱叫日本靖国神社100,000个会员哦，甲恁斗商斗用的啦，卜一下啊就过啊，吼啊这过以后吼，这个来个救来，伊安吼，你看吼，这名有啊，有的人吼拢会甲他骗的，伊讲吼，秘书长，我有签名啊。你都不要跟他骗，你有签名没有签名在这个地方，这些东西都是日本人的名，你有看吗？你如果去签名，你的名字都会监管，所以你用你的汉名汉字
拍汉字，你的名字都会上面出现。各位，你有什么时阵啊，会当将你的名和奥巴马仔啊，在迄个奥巴马的网站有你的名，迄是世界纪录记录呢。所以你两个都会当较记录较牢嘞。过来，我等下头拄啊迄个，好，头拄啊迄个第二个，你看哈，好 ，DH 六有啊，来，点咧，来，即卖呢866个尔啦。咱这个较慢提出，我们比较慢推出，所以即卖日本迄边，咱应该稳重。我叫伊讲，即个马上去连署，啊，即、这个连署的时候，免啦连署，你知影？来，你甲看如何连署，来先登登好来，如何连署哇？如何连署步骤说明哇？甲点落去。好来，阿姐就甲你讲，吼、哦，如何来过来？过来，我、哦、你看，有甲你说明有无？你有看无？你的囡仔若袂晓，你叫伊看说明。啊，若安尼说明以后啊，你就有一个，你就一个美国的白宫护理符嘛。从今以后，美国的白宫拢定定会写批给你。有影？美国白宫会写批给你？嘿，哦，你有收到啦哈？对，我嘛拢有收到啊。所以美国的白宫哦，不是大家叫安尼，你内底留名、留你的 email， 美国的白宫哦，后摆拢会甲你问意见，有啥物代志拢要回答，安尼看落好就好，直接的呢，直接的呢，哈、哦，你有看哈、哦，伊这个啥物事啊？啊，日本哦，哇，啊有汉文啦，有汉文的啦，但是你的输入名字哈、哦，名你要用中文的啊，无要紧，汉字的嘛无要紧，日文啊无要紧，啊是要用英文拢会使。而且你点了以后，你的日本名还是中国名、中文名，还是这个英文的名，拢伫电脑顶面会照出来，你家己看会到。安尼有趣味无？安尼有趣味无？啊嘛真光荣。后摆你讲，奥巴马甲我是朋友呢，我的名拢伫顶悬呢。啊，你会当讲啊？啊，你讲啊是正气滴嘞？啊，你去叫伊看，哦，你叫伊看，啊看啦，有你的名，安尼有趣味无？啊，等下要无？等下要上网，你敢举手敢讲者？对，也要去上网哎。啊，我袂加手呢吼，拢有无？好，一定哈，一定爱上网啊，爱去注册好冇？啊，若无巴肚疼哦。好，来，咱这期39期吼，马上就要结束。咱这期的39期吼，坦白讲啊，咱的人数哈，并不是讲咱过去39期来的上济。咱过去上届这人数是180个一期，但是上少的嘛22个，上少的，好、哦，这是上少的。啊，那咱像咱咧一期，安尼算中等。啊，咱这个中等呢，上届厉害就是讲咱各位，你转去以后啊，爱教话，爱甲大人讲，你伫只学着啥物物件？啊，你拄着朋友无爱相信的，无要紧，你莫甲伊讲，啊，莫甲朋友莫拍反关系。愿意相信的，你请伊来上课，啊，上课。你还知影吼？咱民政府无甲你募款，我有甲你募款无啊？有无？拜托，华，你也是良心嘛，对不对？人伫美国你看咧，我有甲你募款无？啊，无啦，对无？啊，你交的钱唔是交给咱哦，迄是这个农场，吼、哦，这个农场一人尤先生，人爱人，给你带3天2晚嘛，对不对？就食饭啊，啊棉被给你用啊，啊迄个盥洗用具啊，所以坦白讲啊，这是合理啦。哦，你去外口民宿嘛爱超过这，对不对？其实，干那迄高级班是要10000块啦，高级班的迄个费用啊，坦白讲，这是合理啦。但是这个普通班啊，伊是嘛牺牲呢，有8个查某囝，为着要应付咱，咱即摆迄期安尼250个、300个，安尼才挤落去哦，啊食饭哦排队排到外口去哦。我甲尤先生讲，拜托诶，你看遮个人日头遮大，伫遐排队要食饭吼，你嘛较好心诶。伊讲好啦，后壁吼，你家去看麦，后壁吼一个500人诶餐厅，即嘛你去，要用钢构诶，安尼较紧嘛。但是呢，爱钱啊，爱叫伊八查某囝拢来。我一个囝婿，我甲恁讲，一个人出100万。所以呢，伊遐查某囝，恁老来甲讲，哎呦，林先生。阮爸爸这个所在，互你去用哦，无租金无要紧，阮都起来惊死咧出钱呢。我讲诶，是恁爸爸，唔是我呢。啊，你爸爸愿意呢？各位，甲尤先生拍手好冇？因为尤先生哦，伫楼卡伫现场的电视，伊冇伫看啦。啊，那高级班哦，我那甲尤先生讲啥呢？哦，人诶高级班课哦，
啊，遮尔啊侪钱，无你茫共送一个物件，伊拢送啥物物件？捕蚊灯啦，迄一粒千外块的捕蚊灯，伊本来做迄个工业的时阵，去做迄个捕蚊灯哦。伫迄个东京吼，伫东京伫迄个展览的时阵，得到特别奖的捕蚊灯。啊，若上高级班吼，因为伊有足侪捕蚊灯，我有看到啦，所以我讲，啊，你有奖送伊一个。所以吼，你若十月十二来上迄个高级班吼，我会甲伊讲吼，送伊捕蚊灯啦。啊，所以呢。为了这个来多谢尤先生，好不好？是你家己拍手的吼？啊？无啦，这个普通班无啦。哎，三十九期拢总是六十六个啦。哎，六十六个啦，因为后壁还佫真侪是受训了，要倒来听。我甲你讲嘛吼，礼拜四的七件吼，你会当倒来听嘛吼。所以。高级班是十月十二、十三、十四，吼、哦，还是咱的第八期。过来就是最近的这个亚洲的局势，吼、哦，诶演变，啊，搁台湾的局势演变。台湾的局势，坦白讲，马英九伊是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其实伊嘛足清楚的，就是讲美国开始要恢复照伊的法院所判。咱的诉求的第三点，就是讲美国的法院要求国务院行政单位爱予咱这的原告的人权要得到保障，同时爱予咱这的原告的诉求来完成。就是是安怎，美国要伫年底，那较慢的时阵，会使到明年一月、二月哈。我讲年底，你爱袂当讲我讲年底就一定年底呢，无定较慢一丝啊。台湾人要跟奥克纳瓦同款，琉球同款，要发予咱台湾人美国军事政府的旅行证件。旅行证件啊，摕到各位含你的身份证，要入去美国唔免签证。当时这个旅行证件，去全世界194个国家，除了美国政府讲的一两个袂当去以外，你拢会当免签证入去。这才是正港的免签证啦。当时你若入去以后，你若拄到代志，爱去直接去找啥？美国大使馆。美国大使馆内底一定有一个单位叫做台湾司，司是司法的司，有一个台湾司。台湾司就是你本土台湾人会当去甲伊求助，就是你若拄到啥物代志，美国人你若伫迄个国家出代志，伊会将你当作是美国的一份子，甲你保护。给你帮忙，安尼好无？所以中华民国讲有几个国家啥物免签证，乌白讲一场啦。你唔相信？你摕中华民国护照，你去别个国家你看卖啊？无人去插你啦，我无骗你啦。啊，若出代志是你的代志啦，因为你家己伊迄 passport 的 The Republic of China， 伊讲中华民国，迄、那个 China 足济。外国人袂晓看英语，敢若看到请啦，讲你中国人啊！啊，你若讲我毋是，我台湾人啊！啊，你摕身份证出来看麦啊！身份证写啥？中华民国。啊，无你钞票摕看麦，中华民国。啊，你讲你台湾人，鬼要相信啊！所以你若无这个身份证，你会足麻烦的，我无甲你骗。所以呢，恁我毋知恁各位有申请身份证啊无啦？但你若较巧的吼，你免浪费时间啦，你就即边来受训啊，当时签一个表尔，啊，签一个表，你的身份证。copy 啊，翕一个相，你就伫遐翕相，就翕一个相，安尼解决啦。啥那身份证申请要1000块，咱民政府后摆接到捐款拢免钱。但是今仔日身份证，唔是咱制作的呢，不是台湾做的呢，是美国的国防部下卡的一个公司，伊特别设一个公司替咱台湾民政府甲科威特这两个国家设的公司做的身份证呢。你看后壁，你刚刚看那身份证，迄是防伪装置设甲真好呢。你唔想，你睇个伪造看卖啊？啊，你摕这个身份证，你去 copy 看卖，你 copy 未出来呢？你 copy 吼、哦，未清楚呢？你唔相信？你家己去，你若请到，你甲你摕顶领导啊，摕去营运公司甲营运看有法度无？没有办法呢。咱个身份证是安尼呢？伫只吼，这是我啦，但是伙伴拢假哈，你唔能假记哈。号码假哈，啊！这个后壁哈，真正号码是对，你知唔知？
真正号码一堆呢，因为中华民国用的身份证号码，迄是美国政府给伊呢，这个号码是美国政府给伊，这个号码，当时美国政府 USMG 给咱的号码一堆呢啦，你若无注意啦，我若无讲，你拢唔知啦，这个啦。这个号码才是美国政府给咱的号码啦，所以你若摕到，你甲看这个号码，无人同款的，拢总无同款啦。这个才是正版美国给咱的号码啦，所以这不是凊彩呢。你若讲家己印哦，印一份爱换一个版，印一份爱换一个版呢，啊，你家己想看卖啊？家己收1000块够有可行？无呢，当时。要去印的以前，美国公司讲，歹势，恁要付一个 deposit money， 钱金啊，人一只机器14-15亿，迄个厝的租金，7-8个工作人员，甲恁收1000块，真公道啦。咱要办身份证，你还向国州的州长办，你唔通路边的人甲你讲，叫你好办，你就好办呢？你的身份证去判刑，我是不管啦。我是我讲一摆啊，即摆开始有人哦，讲我是台湾民政府，你会当来办，你收1000块呢？我再讲一摆哦，你的身份证敢若找州长，啊是团长，咱个三个宣达团的团长，啊是福利会，诶，即个做会长，啊是高沙族的主席，安尼尔呢？啊，你若找主席，主席无闲讲，你去找副主席，还是你找这个叫做副团长，还是找副州长，我这样甲你负责。所以唔通乌白讲，人甲你讲哦，伊会当甲你办，你就好办呢。吼、哦，我讲个清楚啊，大家较巧个哈。你捌来伫遐上课，你唔通去用骗你。除了安尼，台湾民政府唔捌甲人收钱，一角银我都捌甲你收过，唔是干那恁尔，全台湾拢我唔捌收过钱，所以。大家人伫论述顶关，无法度甲咱，无法度甲咱反驳，嘛无法度甲咱提出挑战。唯一外口甲你制造谣言，讲诈骗集团，诈骗集团就爱甲你骗钱嘛，对不对？啊，咱无甲你提收钱，啊，甲你骂讲诈骗集团，令人不服气啦。身份证的1000块算诈骗集团。你诈骗集团就爱讲，我甲你骗，你花钱，我无给你物件，阿咪叫诈骗。结果你交1000块给州长，啊，咱经过一个月、两个月，你的身份证交给你，安那有诈骗？你若无欢喜，你卖办啊！啊，你若欢喜才来办啊，干唔是安尼？所以因为外口咧讲，虽然伫6月26号七个报纸，台湾所有报纸拢登，同一天哦，七个报纸拢登。顶管写甲清清楚，你来办身份证。全世界有诈骗集团伫顶报倒来吗？啊，有人讲哦，伊无看到，啊好，迄人讲哦，你无看到，我顶头版互你看。9月17号头版，啊，你有看到无？啊，即摆哪会讲我无看到？好，联合报顶头版阁互你看，过来甲你问讲，啊，你有看到无？那会使吼，我中国我嘛甲顶报倒来，互你中国看啦。我甲你头讲啦，咱要伫日本的读卖新闻哦，要登一足大片的广告啦，要叫醒日本人啦。啊，你无欢喜吗？读卖新闻上爱大嘛，要收啊，读卖新闻搁较贵呢。登这个《自由时报》200万，啊，读卖新闻唔知要偌济呢？但是，哎，嘛是爱嘛爱爱开钱啦，变烦恼啦，是商业行为啦。但是呢，各位，日本政府，咱来这个报道甲顶落去吼，那无引起日本震动，我随在你咧。尤其是今年200名诶本土台湾人诶台湾民政府官员要去靖国神社。了后，隔两天要去日本的诶，这个街头行街路，二三要去日本的皇帝面头前广场、皇宫的团广场，甲日本天皇祝寿。而且呢，咱嘛要送予日本天皇哦，啊，一足大的礼物。这个礼物是咱的内阁文化大臣有来无？
哦，来，后壁你好吗？来，伊捞一个喙酒，哦，来头前一个，来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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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吼啊，穿安尼无要紧啦，有穿就是真好啊，安尼艺术家嘛，对不对？今日我剩五分钟尔，爱准时。和你讲三分钟。啊，有烟斗无？有啊。那张图，要送给日本客人那张图，什么意义？和你三分钟来讲。好，我那张图是本地是在纽约的 Sotheby 拍卖的画啦，后来登诶美金啦。啊，那张图卖不出，我感觉足奇怪，因为那里底意思真无遐简单了解。啊，我家己嘛无了解。你甲我讲，参加民政府了，啊，了解这咱属地日本天皇这件代志，材料我才讲，哎，拄拄啊好。这图配上日本天皇，因为内底意思是讲，对迄真沉重的迄个负担内底掏白出来，啊，简单讲是安尼啦，啊，所以迄白图献予日本天皇是上介好的，啊，大概是安尼。伊要吼，要请日本天皇为沉重的负担哦啊逃脱出来啊。就是讲，这个沉重负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古今化和平条该限制嘛。啊，因为咱该解救嘛，咱解救伊，叫美国爱来同意嘛。啊，所以这张图要送给日本听。这张图说明我已经送哦，有关我袂当送哦送啦吼。我已经交予这个对方哦，交去日本天皇遐啦。啊，我相信日本天皇足欢喜啦。啊，所以今年看日本天皇拜寿的时阵哦。我估计日本天会讲一句话，什么话我即马袂讲，但是去参加这边的人吼，我甲人来翕相转来吼，迄句话我甲写内底，你会听甲你的后代讲，恁阿公还是恁老爸还是什么人吼，还是恁妈妈、恁阿妈吼，迄当阵就解救台湾哦，所以去刚去参加这个日本的这个天皇的祝寿啊，相片甲你翕出来，安尼无忌惮吗？爱交38万呐、啊，什么38000？我绝对有记载啦，我无爱骗啦。你今年去吼，你即世人吼会参加的旅行吼，若有这边的旅行的迄个记载意向哦，我都头足给你做压底啦。我若无包的，我拢袂讲这句话啦。等下下课的时阵哦，你的椅啊爱摕出来，把它放在这个桌顶，因为人安尼较好摒扫吼，啊无迄摒扫足艰苦，吼200只桌啊椅啊吼，摒这个真困难。啊，第二点就是讲吼，你卖先去整理行李，你应该吼先去翕相。翕相以后，你整理行李，啊，无你翕无着哦，我后摆你来补翕呢。因为后摆我要甲你任命迄个官员的时阵哦，美国是一张一张相片甲你对呢，吼、哦，你爱先去翕相，啊，卖地无啊，安尼好唔好？所以今日39期甲这个所在来结束，多谢各位，谢谢。谢谢你。今日下课。